全油管最快新闻，据九派新闻综合报道，知名汽车博主抗月的合伙人马哥在一次车祸中不幸离世。抗月发文表示深感伙伴离去的痛苦，并呼吁大家冬天开车前要提前检查车辆轮胎。他还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汽车领域，将马哥最爱的斯巴鲁 ST 摆在展厅里以纪念他。 另一位汽车博主也证实了马哥的离世，并向他表示默哀和致敬。马哥在社交平台上拥有六十二点九万粉丝，他的离去引发了粉丝们的悼念和警醒，提醒大家注意冬天开车的安全。我们希望马哥一路走好，同时也希望抗月能坚强面对。订阅新闻极速递，最先知晓天下事。